好漂亮哦，很有探险的感觉，太可爱了。哇，它会往下压，哎呦，你聪明哦。可以靠乌龟向你拍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我被两只乌龟夹攻。啊吃早餐咯，吃饱来坐船咯。哇，我们私人的船要出发了。环河一趟大约15分钟，会有帅气的船长做园区导览哟。 Baby I'm outside,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all night, been thinking it ain't right if you and me only see us in the... 接下来逛逛饭店其他地方吧。晚上一样吃里拉餐厅，菜色一样很普通。啊，好黏哦！肉饼比例很高，只有一点卷卷的。有生啤酒哦，好苦哦！我们现在来到星空花莲，好漂亮哦！回饭店后再来搭一次船。哇，这边超黑的，怎么都看不到。哇，很有探险的感觉。因为游湖看到那个整个窗帘都要关。一个大叔。哇哦，游湖告诉我们已经开始要关窗帘，不然就会成为游船的一片风景。要准备上岸喽，接着散步走回房间，结束了一天的行程。吃饱接着搭车去大厅退房咯。紧接着又要吃午餐，接着前往最后一站星光兆丰休闲农场，占地约726公顷，用走的绝对会断腿。懒惰的我立马选择来租车，当然选最省力的电动环保车啦。 Let's go！ 我好感动，我在开车。可以的， You can do it。 正在高速前进当中，我时速大概只有20吗？慵懒的吃， So relax。 好可爱呀、啊！我没有饲料喂你， I'm so sorry。 姿态非常的优雅，我非常喜欢你。他生气，他要走了，你不给他东西吃。好没有活力的兔子哦，都睡着了，太可爱了。哇，它们都好肥哦！饲料嘞，饲料嘞，去哪了？无敌！后面的在睡觉。白猴倒退走，哎，好可爱哦。Where are you going? I follow you。为什么我不能出去？这里是哪里？觉得冷。我知道，我它冲过来，我会跟你讲。我也看得到。哇！好可怕的，好可怕！它太突然了，它在跳。他心情很好，这真的不租车走路会死掉。有人用走路，我真的佩服。走路超级平如无敌远。哇，一望无际，好漂亮哦！
现在来到乳牛贩卖部，我们买了一瓶50元的牛奶来喂小牛。哇，好快！他等下揍你，我跟你说。你吓到他了啦！哇，他会往下压，哎呦，你聪明哦。好了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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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这刮刮刮刮刮我。买了鲜乳双麒麟跟奶酪，好棒啊！好吃吗？好吃。牛奶味蛮香的，我都冰到升天了，我都看到天国的奶奶在跟我挥手了。他跟你的袋子，哎，他是喜欢黄色啊，太可爱了。他一心往前走，啊，他太快了，我落到你的脸，你跑太快了，他怎么走那么快？这不是乌龟吗？乌龟怎么走这么快了？他走爆炸快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这么咄咄逼人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子。我被两只乌龟夹攻，哇，相亲相爱的画面，头抬好高哦，两只乌龟相会了，我可以驯服所有的动物。它怎么停了？它吃草了，它肚子饿了。啊，它发出好奇怪的声音哦，它兴奋了，乌龟在野战，你完全没有碰到它呢，它要走了，后面那一只还有希望，后面，哦，好近好近，可以看到乌龟向你拍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好近我也会害怕。我们结束3天2夜的花莲之旅，要回台北喽。哇，这个椅子晃成这样！我们现在在火车上吃晚餐，有竹筒饭哟，还有便当。嗯，看起来蛮普通的。哇，这个晃超晃的，吃个竹筒饭好难哦。哎，可以这样睡着很厉害，它没有支撑物哎。我可以感受它花莲已经要多疲累，到底有多累？我发现了，我姐姐太好笑了。